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6年的我们的6月的16号，时间过得很快啊，已经月半已经过去了啊。那么星期四农历是5月12，那个这个星期天呢又到了5月15，是我们的初一十五节了啊。希望大家多吃素，多念经。好，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师傅。你好。弟子给您请安。我想您帮我给我的儿子改个名字，他现在叫赵启杰。然后我帮他选了三个新的名字，一个是赵子义，子是一个木，一个心。你给他取个赵子龙算了。像这种说哪个就是哪个。像这种像这种同音的字最好少起。OK、哎。那赵子明呢？也不行。还有一个是赵瑞奇，瑞是睿智的瑞，奇是一个一补旁一个其他的奇。嗯，赵瑞奇好啊。嗯。赵瑞奇。赵瑞奇的话呢？Rich 就是英文的，就是富有啊，叫 Rich。啊。啊，赵 Rich。那英文给他起一个叫什么呢 ？Rich。英文给他叫 Richard。Richard。他是在澳洲还在中国大陆啊，还在其他？啊，现在在澳洲的。在澳洲啊，嗯。嗯。嗯，理查子很好，理查子。理查子，行。Richard。那我就给他改这个。赵瑞奇很好的，赵瑞奇这个女孩子起的呢就是比较硬一点，就是比较硬一点，但男孩子正好，嗯，男孩起还好一点哈。嗯、师傅，我还想问一下哈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身上总是很痒痒。啊、就是，那还要讲啊，那就你生孩生他的时候，你每天吃活的海鲜呢？或者没有，我怀他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佛念经了，他已经素宝宝了。啊嗯，不是素宝宝吧？但是我怀他的时候就是初一十五吃素啊。啊，那没用的。没有用啊。啊，那你想想看，你一个月30天的吃2天素有什么用啊？嗯，那现在帮他就一直在念往生咒啊。对，继续念。行。而且要大杯水给他擦擦身上，孩子小没关系。OK， 好的，好的。嗯，好的。然后师傅，我还想再问您一个哈，就是我父亲他是62年的老虎，嗯，前些日子他来悉尼的时候也请师傅看过，就是当时我问了师傅，嗯，但是现在他回到中国之后，我还是想要问问师傅，他的胃和心脏还是特别不好，特别憋气，嗯，师傅能帮看一下他的心脏非常不好，他过去啊，他这个人脾气太大，倔，对对对，倔得不得了，我告诉你，他的心血管系统。我刚刚看他已经出问题了，心血管是吧、他已经出问题，他的血压高，嗯，对对对，啊，我告诉你，他一不开心，马上血压高，心脏马上不舒服，对对对对，他特别特别想不开，怎么说就是想不开，怎么说也想不开，你必须要就这么说，也要叫他想得开，一个人想不开就是在折磨自己。一个人想不开就在害自己，所以不想想不开就是不害自己，不想烦恼的人就是没有在残害自己，听懂吗？懂懂。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年轻人谈恋爱失败要自残自己啊，神经病啊、嗯、自残听得懂不啦？嗯，对，听得懂。哎，听得懂。好了，那师傅您看他这个胃口现在最近这2天就是又吃不下东西，因为他打算过几天就要去香港参加法会，嗯，他有点担心，因为自己现在在家喝中药去调一下。嗯，你叫他这样，他胃，你叫他这样，每天晚上叫他喝粥，喝粥。哎、好。第二，叫他吃一些清补凉的东西，不要发脾气的，就是说你要知道吃辣椒啊都会容易发脾气啊。你看很多地方吃辣椒的人他脾气就特别大，嗯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啊。啊，很多很多女的也是的，你去看好了，吃那种啊补得很厉害的地方了，哎呀那些还有脾气好大、啊、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、啊、听得懂。要吃的东西，所以人家说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，
你看有些东西吃甜的人他脾气就小，嗯，你看上海，嗯，上海男人吃甜的东西他脾气就不大，嗯，苏州人吃甜的讲话也甜甜的，哎，他脾气不大，嗯，吵架也吵不起来。对，我们那边是属于北方，好像还好一点。那他现在因为吃全素了嘛，那您看他这回这个小房子还需要多少？我觉得他应该多吃一些豆腐。再多吃一些豆腐，嗯，他就喜欢吃鸡蛋。鸡蛋我告诉你，吃鸡蛋的话，他就算吃素的话，他胆固醇还是挺高。像他这种人，至少你现在跟他讲，叫他蛋黄少吃。蛋黄少吃哈，他要喜欢吃鸡蛋，你叫他弄四个白的清蛋清，一个蛋黄，然后把它调在一起，做一个什么蛋饼啊，什么菜脯煎蛋呐，然后呢，叫他弄一些炒蛋清啊，都很好吃的，都很好的，嗯。好的，好的，那您看他这个小房子还需要多少？你叫他炒蛋清的时候啊，放一点淀粉，放一点淀粉啊，淀粉调在这个里边，哇，这个炒出来这个蛋白就是非常的嫩啊！你看饭店里为什么炒出来蛋白这么嫩呢？人家放淀粉的，你说不放淀粉？好的，好的。然后炒鸡蛋之前呢，放点盐，放点味精。哎，好好的，一定听师傅的，给他改善改善伙食，给他调理调理。你然后要经常让他吃点糖醋的，因为你知道吃醋的人最容易降血压。吃醋啊？软血管啊。他之前吃了一段那什么醋，姜泡醋，结果就把这胃又给吃严重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你完全吃醋的话，你当然胃会坏掉了。因为这种姜啊和醋啊全部都是刺激的，姜虽然暖胃，但是醋是刺激的。你所以放点糖醋的话，那就不一样。糖醋呢，一定要先放点盐，不放盐也不行，不放盐显不出那种酸味和甜味，明白了吗？对对对，明白明白。明白。那师傅，您给看一下，他还得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？62年的老虎啊，他要68张啊，在68张哈，而且你叫他要走路，他的脚不好，脚，对，他前过年的时候吧，崴了一下，今年不正好是53嘛，对呀，关节也不好，关节也不好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很不好，很不好。你要叫他好好修的，他拜师了吗？拜师了，拜师了。你叫他好好的，你要叫他好好的修。他应该这个人呢，人品很不错，就是脾气不好，明白吗？是，师傅上次讲了，说他浪子回头，所以他这次来了澳洲之后，他就特别特别的改过自新。他很好，他现在很好，好吧？现在好很多，但是他就是这个胃口不太好。我妈跟我你要记住胃口，你就问他你想吃什么。行，他说这两天就不想吃，不想吃就喝点粥，喝点粥，弄点粥，然后弄点卤麸，好吧。师傅，我能问问他的莲花吗？他是494号。494。在还在，就是不是太好，长得不是太好。不是太好是吧？行。我让他再好好念。那他这回放生还要放多少条鱼？放生啊，300条。放生300条。好吗？那肯定好很多了。他今天已经放了大概700条了吧？今天放了。叫他放，他因为像这种就是不让他中风的原因，因为你经常放生的人就不容易中风啊，很怪的。而且放生的人心态会好，因为你要知道这也是财布施啊。还有买鱼嘛，然后法布施，你又是救人，让别人看到，无畏布施亲自去放，是，对不对啊？对对对，好了，傻姑娘，谢谢师傅，非常感恩师傅今天能打通电话，谢谢师傅，谢谢感恩师傅，再见，再见，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好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。请师傅帮我看一个二零
2001年，他呢是过了春节的，但是没打春，我不知道应该是属龙的还是属蛇的。过了春节的话，那就是应该就是按照春节之后的生肖算了。啊，但是没打春不要紧了，是吧？啊，那就是属龙 的师傅。那就是属龙的。2001年龙女的。属龙啊，好的。啊，2007年属龙的是吧？2001年属龙的。2001年属龙的，你想看什么？啊，我想看一下它的颜色和它有没有灵性，还有它的业障主要在哪里啊？他这个孩子呢？我告诉你，业障呢不多，但是呢灵性有。他的腰在哪里呢？他的腰在他腰上。在腰上啊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小孩子腰很不好，以后大起来也很不好。啊。你们一定。因为师傅他是这样的，他这个孩子就很容易被什么哈，就是我们就是他们。说就是被吓着一样，就很容易就是说一下子情绪很不好啊，因为他妈妈在没学那个念经之前呢，就容易找人去帮他看一下，看一下就好了。所以请师傅再给看一下怎么念经，怎么我可以告诉你，看一下好了，我告诉你根本暂时的根本不会好的，为什么呢？举个简单例子，举个简单例子，人家弄个流氓来整天的追着你，你找个人跑过来打个招呼，他放你两三天，过两天他又来搞你了，你没有彻底解决，对对对，所以一直不好。所以说他妈妈学了心灵法门，就是说让打个问一下，就是还是要看请师傅开示，上两天又不好，然后我就问你一句话，如果一个人的病一直看不好，你说你说一个人的病如果一直看不好，你说这个医生有没有问题？就这么简单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请师傅开示。那师傅他还昨天看到说有个东西在抓他的头。我告诉你，赶快叫他念小房子，看什么有什么好的。要念多少张啊？小房子像他这种病还少啊，至少300张啊。300张哈，他妈妈取了，昨天取69张，那就一共要念300张，好的。对，好的。那要放生多少条鱼呢？放生多少条鱼啊？啊。放生多少条鱼啊？放生280条。280条鱼，好的。那它是什么颜色啊，师傅？属什么？属龙，2001年。白的，白龙，白龙，白色的，在哪里呢？在哪里呀？在哪里啊？在哪里呀、啊？在哪里呀、啊？蛟龙游在浅水滩，啊！这算好吗？不好，不好哦。那要好好念经，好好念经。留在浅水滩能好不啦？你告诉我。是应该龙应该飞在天上的是吧？对呀、对。好，那您刚才说他那个灵性在腰上，说他业障是不是也应该就是说在腰这里特别不好是吧？对，他以后的腰椎间盘会突出，我看到这个原始骨不好，就是软骨啊。你看你看这孩子，你不信了，你自己讲讲看，他经常站站就摔一跤，走走路摔一跤，小时候。好的。听得懂吗？好的。那他学业怎么样，师傅麻烦看一下。学业蛮好，学业蛮好的是吧？是男的女的？女的，小女孩，15岁。啊，读书没问题。读书没问题。他的小，那就让他妈妈好给他念经放生。小脑很发达，小脑很发达，好的好的。那师傅您看一下他家里有没有灵性呢？没有。啊，家里没有是吧？家里没有灵性是吧？有一个，有一个，师傅是这样的，他改过好几个名字，现在他有几个名字，能请师傅帮他选一个吗？叫他家里念17张小房子。哦，家里有灵性17张小房子，好的。不要说。像他妈妈昨天许愿7张，在这17张里面吗？不要去说，在。在的，对吧？嗯。啊，好的，那师傅，请您可以帮他选一个名字吧。那他现在叫徐，言无许。
凯瑞，一个竖心旁，一个竖心旁，一个凯旋的凯的那边。我不会在这个电话里帮你们改名字的，你们最多就是说自己选了三四个名字，让我帮你们挑一个，这可能性还有。行，那师傅您帮他挑一下，他第一个名字叫徐凯瑞，现在的名字，后面他取了几个叫徐子彤、徐元都和徐慧都，这几个名字哪个好啊？2001年属龙的女孩。他为什么一天到晚要嘟了？我也不知道，这嘟不好啊。嘟你看看过去，过去在公堂上啊，嘟就叫你不要讲话。听得懂吗？好的，师傅。而且这个嘟字还有一点堵的意思，徐慧堵，徐慧堵，好了，堵了变成啊。啊，那前面这个徐子彤和徐凯瑞，好行吗？还是都不好？徐凯瑞，让我看看啊。啊，凯瑞，他属什么？2001年属龙女孩。徐凯瑞，他是大了一点。第一个字呢？第一个是徐凯瑞，第二个是徐子彤，言无许。嗯，徐子彤这个孩子就以后非常容易有波折。嗯。哦。嗯。碰壁呀、啊，碰壁太多。碰壁太多，那也不好。嗯、那徐凯瑞行行吗？还是再重新起？徐凯瑞，徐瑞奇，凯瑞。徐凯瑞，凯字太大了，嗯。太大了，是吧？嗯，以后要跟人家争的，女孩子起这个凯字不好。嗯。也不好。嗯、那这样吧，师傅，那他现在叫徐凯瑞，先让他暂时叫着，然后让他。再取几个名字，如果有机会打通再请师傅选好吗？徐开瑞等等啊，徐开瑞，徐开瑞，嗯，徐开瑞吧，开吧，不要凯，门哪一个开呢？门字边旁，门字边旁里边一个开，开门的开。门就是门的里面一个开门的开，对，徐开瑞。瑞呢？瑞用哪个呢？他现在是草字头一个内。啊，这个不行，啊、倒霉、哦。这个不行，这个发不出来的。啊，过去有一个歌星，啊、过去有个歌星叫苏内，你看看，就这么对对就这么一点点时间就永远出不来了，因为他跑到里边去了，他跑到里边去了，苏内苏到里边去了。啊，是的，是的。啊，那师傅您看是用哪个？瑞嘛，就是吉祥瑞呀、啊，王字边旁一个瑞呀、啊，瑞祥的瑞。啊，瑞雪兆丰年的瑞。啊，这个谁都知道好啊。言无许，然后门字旁一个里面一个开，瑞是瑞雪兆丰年的瑞。你想想看，你想想看，把门打开，迎接瑞雪兆丰年，迎接瑞祥、瑞寿，对不对啊？什么东西都是瑞，哎，这个多好啊！好的，好的，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好，那师傅您再帮我看一下一个74年的虎有没有灵性，女的。74年的老虎。他妈妈。他妈妈小鼻子小眼睛。啊。嗯。不是吧？他妈妈还好。还好了，你说的鼻子蛮大，眼睛很小。啊。那要么就是灵性了，我怎么看到个女的？眼睛应该不是很小，五官还好。五官是小巧玲珑啊。啊，是不是小巧玲珑、啊？他妈妈老是觉得心脏这里就是喘不上气来，就呼吸很不均匀那种感觉。妈妈，那要么就是这个灵性。哎呦，有咬他妈脖子哦，哎呦。哎呦，像一个狼一样的动物，哎呦，哎呦，开始的脸的小鼻子小眼睛，我以为是一个女的呢，现在一看是个狼哦，狼精哦。哦。哎呦，他们家哪里啊？东北的，祖上是不是有？北方山东。哎呦，会不会家里有人打猎啊？嗯，过去。没有啊。祖上有没有人打猎？嗯。再往前就不知道，因为是我表姐，啊、然后你赶快跟他讲了，赶快念掉了、啊、一个狼精了。多少张？你看，你去问他了，脖子很糟糕的，脖子啊，已经被人家咬了。哦，好的，他就是心脏这里特别不舒服。对，我告诉你，咬住脖子还能动了、
心脏不舒服了。嗯嗯、多少张呢，师傅？而且他这个心脏跟颈椎都有关系，就是颈椎这里不通，血液不通，心脏就不闷了，闷得不得了。好的好的，多少张小房子呢，师傅？我看一下啊，86。86张小房子。好了好了好的，不能再讲了。一定会念。好的，谢谢师傅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、再见。拜拜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。喂，师傅。哎呦，你好。哎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啊。请帮我看一下，78年属马的男的。78年属马的男的。对。你生病啦？嗯，男的。我说你没生病，以后讲话要改一种风格。听得懂吗？嗯，知道。整天像倒霉一样的，不可以的、一个女人这么讲话的话会倒霉的，听不懂啊？嗯，知道。最近心情不大好。心情不大好，师傅。心情不大好，我告诉你，动物啊，想咬人就咬人，想冲人家叫就叫，要学会克制，听不懂啊？举个简单例子。啊，卢台长没得罪你啊、你冲着我心情不好讲这种语气这么低调，让人家听了不开心，你不就把负能量传给人家吗？嗯，好的好的，对不起师傅。这么没出息的啦你、心情不好嘞，心情不好也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，人家叫你怎么样你就心情要好，叫人家不能让你心情不好，听不懂啊？嗯，感恩师傅，开始讲啊。嗯，78年属马的男的，想看什么啦？讲啊！我想看他的脑部。哎呦！需要多少张小？哎呀！哎呦！哎呦！我觉得这孩子脑部像空的，像脑瘫一样的，是的，他现在中风，左脚那个有中风后遗症。我看见了，我告诉你，麻烦了，脑部的血管都连在一起的，所以他的这个中风啊，哎呦，年纪不大呀，78年只有几岁啊？30几岁，他就是36岁的关没有过来。看见了吧？然后业障爆发了。就跟你讲了，你孩子啊？我老公。你老公啊？你老公是不是卡人家卡得太厉害了？做点小生意，整天他妈算计，哎。他。好好的忏悔了。嗯，对对对。他做什么的？他是做技术，这管理的。管理的。他是在管理，我管得太厉害了。管得厉害不就害人了？管得太厉害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讲了，世界上很多事情，树有根，水有源。Okay. 自己这种人太厉害的话，以为自己太厉害的话，就会害死自己的。那可能是公司老板要求下来，然后他就管员工就比较厉害。当然了，当然了。整天搞人呢、是比较厉害的，搞人呢、搞人的人没好处的，这么小这么多人都诅咒他，他就中风了，我告诉你，听得懂了吗？他员工诅咒他吗？你这种人不要跟我讲话、你这种人一点智慧都没有的人。对不起师傅。你还是他可能管得太厉害了，员工就比较对他有意见是吧？不要问我，你自己都知道，还问我干嘛？叫他好好忏悔，否则嘛就终生在船上摊着了。他现在我告诉你啊，一边的手脚都不方便啊，不能动啊。对，他那个就是主要是手，现在脚可以走路了，可以。没用的，手，你这手现在这个手下不来，你听得懂不啦？手啊。对对，我跟你讲，就是
他现在功课是大悲咒21遍，心经49，礼佛5遍。他自己念不啦？自己念不啦？他自己在念，他每天自己坚持念的。他念经质量怎么样，师傅？一般。叫他要忏悔，礼佛每天念5遍，否则好得很慢的。对对。啊。礼佛是5遍。否则会好得很慢。哎，我讲话你听到没有啊？听到了，师傅，对不起，我也叫他慢一点念，我就是有时觉得他稍微快了一点。没关系的。你们这种都是现报，听得懂了吗？现实报，听得懂吗？知道了，谢谢，感恩师傅。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是不是与他的名字有关系啊？不可能的，他没什么大关系的。我已经跟你说，名字只占了你整个命运的20%。你要是念经修心的话，名字根本没有关系的。就是说你命运该不好的时候，你的名字会更加增加你倒霉的因素而已，并不是完全是名字的，听得懂吗？就是我们念了1000多张，师傅看一下收到多少张小房子。600张。那我们师傅能开一个总数，我们大概还需要多少张吗？念到他好，叫他锻炼，听得懂吗？叫他以后不要再去做这种事情了，他要彻底忏悔，他身体才会彻底好，他不忏悔的话不会好的，听得懂吗？对的，他每天，我们现在都每天好好的念经，好好的忏悔。这还像样，不忏悔的话，我告诉你啊，其他血管还会有问题的，因为已经下面有人在拉他了。就是上次他不好的时候已经有人搞他了，我告诉你不要得罪人太多，一个人得罪人太多就被人家搞了，听得懂吗？知道，明白。好了，谢谢师傅。再见了。他那个就是神经细胞啊，能够通过逆经逆小房子还可以恢复吧，手就是认识手。我不知道，你叫他停下来不要念好了，你看看他还有其他方法吗？我们一定会好好念的，师傅。你连这点信心都没有，我告诉你，加吃丹参片，好的很快，好了。一天3顿是吧？3顿，像他这种一天吃3顿，一定要吃。好吗？我们现在他也在中药调理。你要叫他吃，你听就听，不听就不听。台长这个话不，台长这话不知道多少人验证好了。好了，再见了。我一定吃，一定吃。那个卵磷脂我们也在吃。对，你最主要就是丹参片，1天3顿，很快就会恢复的。再加上念经、许愿、放生。好了，再见了。跟我老公说几句吗？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叫他好好忏悔。再见了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，你好。师傅好。啊。师傅好，弟子给师傅请安。啊。师傅，麻烦师傅看一个85年属牛的女的，看看她身上有没有灵性。业障多少？颜色什么颜色？85年属什么？属牛的女的。颜色偏深。他们的业障由他们自己背。颜色偏深色的是吧？啊。有没有灵性身上？哎呀，当心啊，他的乳房不好啊。乳房啊。啊。这个。右面还有肾脏，腰不好。肾脏。身上有灵性是吧？有，我看他有一个眼睛，他两个眼睛你仔细盯着他看，是你自己吧？
不是我自己。你自己盯着他眼睛看，他两个眼睛有点逗的，一个眼睛在当中，一个眼睛有点偏当中的。哦，那这个要多少张小房子？慢慢念吧，318张。318。对。然后他业障的比例多少？属什么？属牛，女的。几几年的？这么吝啬啊！再讲一遍呀。85年女的，85年属牛。85年属牛。26。26。师傅啊，然后他那个，他以后有没有机会到悉尼啊？在悉尼啊？他现在是在上海工作。机会非常少。哦，非常少。好的，他现在改了个名字叫刘义奇，就是艺术的艺，王字旁加个其他的奇，这个名字不适合，好不好？他属什么？属牛，85年属牛的。你告诉我，牛都站都站不住，那个义就是歪过来的，艺术的义、下面一个己，听得懂吗？乙，甲乙丙丁的乙，一个人是站不住的，明白了吗？哦，那你看这个艺术的艺啊，上面两个十字，就有点像什么，知道吗？像两个小丑的眼睛啊。哦。身体嘛歪的。那这个人不正的，你听不懂啊？哦，好的。那叫他自己再重新选嘛，以后有机会再问师傅吧。好，他的莲花是501111号，5011，帮他看一下莲花。莲花还在，还在的。对啊。好不好？蛮好，哦，好。没做坏事啊，是这个女人没做坏事。她弘法也比较那个了，努力，经常去。对、对对。对。然后，师傅啊，麻烦看一个完人。就是徐成英，成是存在的成，英雄的英，是去年就是2015年6月19晚生的女的。徐成英啊。啊，徐成英。英雄的英啊。英雄的英。好，很高，已经在天界了。哦，在天界了哈、感恩师父，谢谢师父。好了。他女儿是学心灵法门的，念了好多小房子。好了，再见了。好，谢谢师父啊，感恩师父。再见。师父再见，谢谢。喂，你好。喂。晚安。晚安。啊。是台长是吧？啊，是台长啊。哦，刚关声音是什么？你把声音机关掉，声音机关轻一点。好的。讲吧。我想问一下，1945年的那个 T 叫那个宋小龙，宋就死掉了。死掉了。宋朝的宋，大小的小，光荣的龙，死掉了。男的，他是2015年过世的。你看看现在哪里？给他经念了很多小。宋小，大小的小。喂。宋小的小啊。喂。喂。喂。你听得见不啦？喂。啊，我听得见你声音啊。喂。喂。听得见吗？喂
喂，喂，啊，听得见了不啦？哦，听见了。松小，小是什么小了？是大小的小。一条龙的龙啊？龙是光荣的龙。男的女的啊？男的。阿修罗。阿修罗是吧？啊。他我上次你看了以后，他是在阿修罗，后来我又给他念了86张小房子，这个86张小房子他收到没？收到，都被他用了。收到了是吧？被他用了。哦，被他用了是吧？哦。你看台长每次都看的一样吧？上次说他在阿修罗，你看这次也是在阿修罗。对，你上次就是说在阿修罗。啊，好了，逃也逃不掉的。那我还要给他念多少小房子呢？他现在自己不想上去。哦。随便你了。你要跟观世音菩萨讲的，请观世音菩萨保佑宋小龙能够到天界，明白了吗？否则你不讲的话，他不会上去的。嗯。好的。好了。嗯。然后台长，我问一下那个帮那个同学问一下，1972年的那个猪是男的，他那个婚姻情况怎么样？1972年的猪。啊，对，男的。婚姻不好。前面都是黑的板挡住他了。哦。啊，我告诉你，他要撞上去了。他现在在感情上非常的恼怒，不开心。哦。听得懂了吗？他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有缘找到一个什么叫合适的？前面都是黑的铁板，所以他哪来的缘分呢？看到今年的十月份吧，十月份和十二月份这两个月有点戏。哦。好了。他妈妈很急，他妈妈给他一直。他妈妈有什么用啊？急了有什么用啊？每个人要有缘分的呀。哦。好了。台长，你帮我们看看那个家里面佛台的。家里佛台。家里面是我们住的那个房子呢，是写的我女儿的名字，但是我们两个呢是我太太呢是1956年的猴。看到了。看到了。哎，菩萨来过。来过。蛮好的。蛮好的，你们家里人蛮老实的，所以菩萨来。哇，你讲的太对了。啊，你们家里人很老实的。好了。再见。好，谢谢。再见。谢谢。再见。好了，快点抓紧时间了，最后一个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好。赶快抓紧时间，这是加出来的，快点。啊，对不起，师傅。给师傅填。请师傅看一下一个82年属狗的业障还有多少%是你。82年属狗的。对。想看什么？看业障还有多少%。很多，27%。师傅，因为这位同学他以前造了很多业嘛，然后功德也漏光了，然后想问一下，他最近这样修可以吗？是不是有改进了？业障太重，尤其是感情上，他过去感情上害过人的。害过人哦。听得懂不啦？好好忏悔。不好。他很不好。他的气场非常不稳定。您说。气场非常不稳定。好了。师傅，就是他现在
他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他现在有一笔钱，从法律上来说是属于他的，但是他以前呢一直说不要，他现在想问他能不能拿一些钱，就是解决自己的一些问题，然后还有放生做功德之类的。他要得到就要，要不到只能不要，因为这个我现在看他这个需求这个颜色整个就是比较偏暗的，所以他非常困难的去要回来了。嗯，就是说如果能要到的话是可以拿的是吗？要看是不是他有权利拿，他没权利不要去拿。嗯，从拿的会从法律上来说是可以拿的。可以拿嘛，就叫他拿一点点了，不要太多了，否则对方。那拿百分之多少呢？不知道，叫他自己评定一下，不要完全听律师的，听律师的话他有血光之灾的。哦。听不懂啊？他的对方也是很厉害的。哦，明白了吗？嗯，明白了。不会给他的，嗯，只能试试看。好了，嗯。哦，师傅。快点啦！已经给你加出来时间了，没时间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师傅。嗯，想再看一个59年属猪的，他的大姐有没有过了？男的，女的？女的。没过。啊、哦！叫他赶快当心。还有多少张小房子？小房子要69张。好的。好了。那这个82年的狗，他的劫也没过是吗？82年的劫也没过，千万要当心啊！修的不好啊，气场很不好。嗯。自己知道，不要到了出事了才来找我。平时要保平安是靠着平时的，就像消防队一样的。要想不着火，平时要认真防火。不要等到烧起来了再来找消防队，没用的，听得懂了吗？嗯，好了，听懂了。再见，再见。好，拜拜，师傅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。那么今天星期四，明天星期五呢，台长会在这个早上12点跟大家继续有这个空中沟通。好，广告之后再见。